The blue corner, Victor Boguski.这里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走进德国法兰克福的比赛，我们现在为您带来一场超重量级的比赛，这是由蓝方来自俄罗斯的 Victor Boguski 和来自荷兰的厄尔齐莫曼的一场比赛。那么蓝方选手来自俄罗斯的选手，今年29岁，身高1.90米，体重115公斤，目前的职业战绩23胜3负，12次 KO 对手， KO 率达到了一半。而他的对手厄尔齐莫曼来自荷兰，也是这个自由搏击的这个大国。这位选手30岁，1.89米的身高，1.118米的体重，120胜11负，46次 KO 对手，终结率也达到了1/3。到这个身高和体重的选手，他们的爆发力是非常惊人的，只要能找到一点点机会，就有可能给对方造成致命的伤害。现在两位选手一上来以后还是比较谨慎的，这有别于我们一般看到的这种大级别比赛。我们一般的大级别比赛，两个人冲得比较凶，因为双方都很难保证自己会有3回合的体力跟对方进行对攻。蓝方选手跟他一个低扫，红方来自荷兰的厄尔齐莫曼一直在处于步法攻势，右手的平勾拳直接拿到了一个强制8秒。那这样的话，在第一回合的判分中， Victor Boguski 也是现在被击倒的这位选手只能从8分起评，而他的对手厄尔齐莫曼将以10分起评的。我们看到这个重量级超重量级的这种比赛的杀伤力和爆发力简直是太恐怖了。刚才 Boguski 真的是没有想到，轻描淡写的一个右手的平勾拳，Boguski 连续的摆拳，前后手并没有压进去。相对来说，厄尔齐莫曼看起来，Boguski 让他的左手打中。刚才厄尔等于是一个变位的这个右手的平勾拳，踢到维克多尔的这个低位的扫砍的力量，我们也可以看到。Boguski 前后手，前后手打击，连续的进攻，上钩。哇，这场比赛的对攻非常的强悍。我们看现在 Boguski 的连续进攻数其实不少，但是目前因为自己有了一个被强制读了8秒以后呢， Boguski 的这个起评分数在第一回合会变得比较不利。哇，刚才的这种力量和实际的对攻，我们感觉上是厄尔齐莫曼的这个攻击力量更大一点。还好第一回合结束了，这场比赛是有别于我们一般能看到的这种超重量级比赛的，双方的这个力量和爆发能力非常的好。我们看一下慢放，中段扫踢，就是这一拳，
并不是使了非常大的力量，但是这一拳的角度非常的刁，正好打在了下巴上。虽然在第一回合被夺八秒，他的团队告诉他，对方的状态已经非常的差了，他什么都不是。你现在只要专注打你比赛就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厄尔奇莫曼，红方选手来自荷兰的这位，会不会像对方边角所说的一样，他没有体能了？好，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武林风环球王争霸赛，走进德国法兰克福的比赛。我们现在为您带来这场超重量级的比赛，这场比赛真的是刷新了我们以往对这个级别比赛的认识。两位选手的这个风格相对还是比较轻灵的，而且下手非常的准确，而且两个选手的战术层面也是比较好的。扫踢，布古斯基前手刺一下后手的摆拳，打斧，后手前手，厄尔奇莫曼被打了几次，厄尔奇莫曼是以曲臂防守去防守的，那这样的话自己的体能会有下降。现在博古斯基是在找一个连续进攻的机会，我们看想找到一个可以给对方读秒甚至终结的机会，他希望把这个局面扳回来。前排，因为两个人是这个反架，其实前手的这个打击的有效性不会特别高，因为有这个躯干的半边防守。哎，刚才布古斯基的这个用了右手摆拳击中对方，啊，厄尔的后手打到了布古斯基，布古斯基很警醒的从这个角落里出来了。我们看这场比赛是，哦，一个顶膝。后手，这个距离预判不够准确。齐莫曼现在的状态就是自己比较淡定，因为在我们三回合三分钟的比赛里面呢，如果能拿到一个强制八秒而自己不会被对方压制三回合的情况下，这个胜算还是比较高的。后手打斧，多博斯基现在并没有继续中攻势，后手拳上钩，平钩上钩。厄尔的表现还是很淡定，我们在这个角落里还可以看到他微微的一笑啊。不过双方呢，因为我们说到过，这个重量级选手因为这个心脏大小和轻量级选手不会有质的这个区别，所以他们随着时间的这个进行呢，他们的耗氧量会更高，也就是说他们相对来说可能更容易累。摆拳，哦，又击倒了，哇，前摆接后手的这个后摆拳，哇，力量很大，直接感觉像把维克多·博古斯基钉在了地上一样。裁判已经开始读秒了，裁判示意博古斯基你要直着往前走，能不能还可以，可以走直线。那么继续，厄尔后摆拳，铃声拯救了博古斯基。哇，这场比赛的这个厄尔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极具效率而且非常有训练素质的一个比赛。我们看他出拳的数并没有对方多，但是在准确度上非常的好，自己的重击也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五秒，那么分别出现在第一和第二回合。那么基本上在这场比赛中 ，Victor Bokski 除非直接把对方击垮，拿到 KO 或者 TKO， 也就是击倒或者技术性击倒，才有可能拿下这场比赛。如果没有这个终结的话，Victor Bokski 就是蓝方的这位来自俄罗斯的选手是没有机会获胜的。当然了，这是我们这场自由搏击的比赛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不到最后一秒钟，我们谁也不知道这场比赛的胜者是谁。哦，啊，并没有读秒，这是推倒了。啊，继续比。但是博古斯基把两个手挂在了龙，直接弃权。我们看，直接放弃了这场比赛。那这样，厄尔齐莫曼就以非常漂亮的一个方式击垮了对方，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这与我们之前碰到的超重量级的比赛完全不是一个战术层面的感觉。厄尔齐莫曼用自己的极具效率，基本上不怎么浪费体力的方式，拿下了对方的总胜利。厄尔齐莫曼来自荷兰的选手，118公斤的体重，我们恭喜他，也希望这只巨兽可以走得更远，可以看到他更多有效的比赛。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referee halts this bout at 40 seconds of the third round. Your winner by technical knockout, Errol the Bone Crusher Zimmerman!